劍神張家朗唔單止喺運動場上取得好成績，就連愛情路上同樣稱心如意。東周刊去年獨家踢爆佢同法籍女劍手拍拖，為慶祝喺巴黎奧運男子個人花劍連續兩屆奪金，張家朗完成手頭上嘅工作後，就立即同女友飛到日本沖繩縣嘅石垣島，享受陽光與海灘。呢度有日本馬爾代夫之稱，最啱用嚟預知蜜月。日前下午一點幾，東周刊就在機場發現啱啱由沖繩回港的張家朗同女友。一路上，張家朗雙眼都離不開女友，一邊行一邊氹佢開心。不過走到咖啡店前，張家朗突然好似被睡魔急 call 咁，居然撇低女友衝入去買咖啡，被冷落的女友梗係嬲嬲豬啦。張家朗見狀，即刻走埋去呵返。最後一對情侶登上逾200萬嘅名車，踩油返回長沙灣服務式住宅嘅愛巢，繼續享受同居生活。想知道更多精彩內容，睇最新一期嘅東周刊啦～